香港报纸发表的那条消息，你看过了吗？老头子下发了天字号命令，我们决定派你去执行这项绝密的任务。你可以独立行动，记住，绝对不许暴露身份。 这是命令和行动计划。 你不是说关系都打通了吗？这消息可以压住吗？怎么？这站住！站住！追！ 这位大老板真够朋友啊！本市各界禁烟祝捷大会现在开始，请禁烟功臣入席。 请禁烟委员会协调主任林月荣女士讲话。老兄，想好了没有？我没那福气。你只要帮我们找到吗啡，福气不就来了吗？ 眼管被砸了，我的小命儿都差点搭上，财路断了。我给你300块大洋，500，别他妈装蒜，我们能救你，也能再给你加300。毒品泛滥，危害国民，唯我等深恶痛绝。本禁烟委员会。
重任在身，责无旁贷。连日来协同党国军警有关部门，在各界的配合下，采取果断行动，对本市的烟贩子来个大扫荡，取得了辉煌战果。请问林女士，最近香港新闻报上发表了一条消息，消息披露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我市制造吗啡密销海外，请问对这一报道禁烟委员会作何解释呢？真的有人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吗？走漏消息的人一定要尽快查出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查出点眉目了。龙海帮的事怎么样？你放心，罗玉就要到了。要尽快打通水路，绝不能再出差错。嗯。全亮那张破报纸给毁了，陆路运输啊给堵死了，改水路了。我也没事干了。大哥，再想想招儿。没招可想了。大哥，您把裤底子都搬出来吧。啊，哪来的裤底子？哎，这是个大买主，价钱也高。你把我说出去了？哪能呢，我、哎、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哎哎，等会儿老地方等我。好、啊，那好吧。哎哎，头儿，让他跑了，线索断了，咋办？啊！那，你全拿去吧。不是我杀的，真不是我杀的。吗啡工厂是怎么回事？这和我没关系。别耍小孩子脾气。我、啊、我真的不知道。叫他进来。进来。大爷，您该用药了。
进去。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快放下。放下。你这是？我冤枉啊。你派人杀我。我派人杀你？你怕了？我杨二郎不想杀你，只想要钱。啊，好说好说。不，我要去香港查出谁是泄密者。哼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一定能查出来。再会。还是那份命令，对。一字不差。可你是怎么执行的呢？怎么？行动计划是您亲自批阅同意的？错了，全错了。老头子发怒了。别再找马费工厂了。命令我们理解错了。你必须立即修正计划，马上派人去阻止袁方奎的行动，不许走漏半点风声，不许暴露任何身份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可以采取果断措施。这我……怎么样？头儿，我看杨二郎真不知道工厂在哪儿。他只说，工厂代号叫“死神走廊”。嗯，好啊，死神走廊。这个名字起得好。他还说，龙海帮的人这几天就到。继续逼他，咬住这条线索。这是他的近照。我们与他失去了联系，你必须立刻动身，尽快地找到他。记住，我要的是活人，不许出半点差错。好好伺候着，光临。哟，哎呦，欢迎贵客光临呐！先从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先生，您是吃荤还是吃素啊？吃鲜。哎，要哪朵小花啊？啊，先生，哪朵都请。哎，先生，您这边请吧，先生，先生，还这边。先生，这边，这边。少废话。穿上衣服，出去。你们出去，站起来，把手举起来。好一个远壁摘桃，不愧是龙海帮掌门大弟子啊！久仰西女门中士，反手山罗山。
罗什么山？谈谈怎么样？哼，谈谈？就这个谈法吗？枪里没子弹。我的罗公子，您雅兴不浅呢、啊。相亲不去丈人家，反倒先登醉春楼。听说新娘子是个绝顶美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想替你相亲。不知玉罗汉能否打开东南亚的销路？我想让阿秋先观察他一段，然后再考虑运货的事。稳妥点好，但也不能久拖。南京急等这笔款子，上头给我们打了招呼，说有人又在打工厂的主意。哦，什么人？眼下还摸不准。啊，大媒人怎么没来呀、啊？您说的是蛤蟆婆？是的，家师发病，需要蛤蟆婆守在身边，她要晚几天才到。啊，久闻龙海帮掌门老前辈阴阳石的大名，他今年该有七十高寿了吧？家师今年七十有二。啊，不知得了什么病？家师不幸中风，患下偏瘫。哦，什么时候？7月15。7月15中风。那怎么7月底还上了庐山呢？家师7月初下山，病后一直卧床不起。怎么？怎么？有人亲眼看见他7月底还在山上会友。你这个掌门弟子怎么连师父的行踪都不知道？你举起手来。怎么不够利索？好身手，人臂摘桃铁头功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这种考验太过分了吧。啊，没事儿，枪里没子弹。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有子弹，有子弹呢。啊，真的有子弹呢。误会误会。这是蛤蟆婆的亲笔信。进来。太太，秘书长来了。让他在后屋等我。是。玩盘子总该立个名目，下个注码如何？但凭小姐下注。你是来相亲的，如果你赢了，亲事成否你一句话？
如果我赢了，那就看我愿不愿意。遵旨。这个人还行吗？我看是个出色的小伙子。我们是要用能干的人，可不能太聪明了。您的意思我懂，我已给他吃了个定心丸。亲事能定吗？我想等蛤蟆坡来了再定。香港方面怎么样了？我已派出两伙人去查了，杨二郎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内部的调查也要抓紧，肯定是内部人干的。漂亮，该罗公子的了。我很钦佩你父亲呐。实业家，社交家，禁烟委员会秘书长。有人夸他是大慈善家，也有人骂他是大流氓。高级拼盘。做人太难了，工厂让他操碎了心，熬尽了神，整夜整夜待在那里，白天也不得闲。军界办事儿也这么难？我不喜欢男人多事。出什么事了？嗯，头儿，杨二郎跑了。什么？所有行动必须加快进行，跟上他。把后边的车甩掉。是。
沉静点。告诉张团长，这条路上要设路卡。是。前面的车怎么没了？车毁了！啊！车撞到山下去了，马上派人，尽快查实。您早啊。睡得好吗？床太舒服了。下去吃饭吧。白天陪陪我好吗？我有个约会。有人盯着我，不能吧？就在外面。没人知道我们的身份呢，我出去看看。去那边。
说，我是被他们雇来的。他们是谁？不知道。他们只让我找这个人呢。走吧。别那么垂头丧气的，我们的收获不小。第一，咱们还都能喘气儿。第二，我在半道上捡了个美女。第三，我们发现了个兵工厂。戒备森严，咋进去啊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会有办法的。明天你派几个人去查查这伙人的来头，想办法抓个活的。现在必须先办一件事儿。
啥事儿？喂，喂喂，邱小姐吗？我是的，你是谁？我吗？你不用打听，你会关心的。你有什么事？喂，你能不能说清楚是怎么回事？喂，喂，说话呀！证件。证件。南京派来的，快请进。是。请坐。上边盯得可真紧呐，刚刚检查完房屋就又来了。怎么不事先通报一声就？事先通报，好突击准备。啊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是美国的。哦。进。啊。这边坐。啊。这是另一个单位，不在我管辖之内。什么单位啊？是一个化学研究所，原来都走一个门，后来改道了。哦。报告长官，南京来客在里边等候。啊？又是检查房屋的。哼。啊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哎，怎么你们认识？请坐，都请坐。我可认识你，不许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没想到吧？咱们走吧。哎呀！准备好了。继续等我的电话，千万别离开。这绝不是一般的图财绑架，肯定是个阴谋。这与香港事件是有联系的。肯定是内部人干的，要不罗玉的到来
是不会被人发觉的。必须尽快找到罗玉。我已报了案，让警察来协助。不，警察靠不住，派我们自己的人去干。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，还没查出线索。你马上派人去把蛤蟆婆接来。哎，打呀，再来两下。哎呦，哦，别他妈打脸呢。小屁，你来。哎呦，进来了。刚走进去。几个人？就他一个。走了，上哪儿？这里太不安全了，我要是再待下去，非死在这不可。家里很安全，从现在起，不许你离开这个房间。我给你派两个人。有人出卖我？嗯，出卖？是的，你们的人。我们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我来这里呢？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很快就能查实的。你记得他们的长相吗？长得就这样。他们图财害命，为什么要打你？他们要你的电话号码，我没给他们。我怕你受连累。你还是告诉了他们？没有，我没告诉他们呢。可我还是接到了电话。这是一个阴谋，这件事儿一定与香港报纸有关，他们在打军工厂的主意。军工厂？我是说肯定是内部人干的。龙海帮？他们在打工厂的主意？这些人靠不住，他们的胃口大极了。军工厂方面说的那个人，我看像罗公子。罗公子？好，林先生您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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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您来了！您好，您好，王先生。哎，您好。哟，王老先生，您好。顾先生，在这见到你很高兴。您来了。请，请，请，请。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王太太、张太太，请喝吧，来一杯吧。啊，约翰先生，您好，您好。I miss you very much. This is my wife. 啊。这是我。I'm so glad to meet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你父亲交际很广吗？生意经。
跟洋人？那是来中国发横财的。这边请。化学家。诸位，这位是约翰先生，这位是夫人，这边请。请。开什么会？来这么多人。哎呦，贵客，失迎失迎，冒床冒床，你知道的，怕你们着急，刚下船就直奔贵府了。快请。你好像很孤独。现在不。你真会讨女人喜欢。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迷人的女人。奇怪，在你的面前我竟然会变得胆怯。你想娶我？你好，真热闹啊。你好。您吃好。看见公子和小姐了吗？公子在下边，小姐刚才往那儿去了。你先去吧，我去找阿秋。王先生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，请吃好啊。谢谢。蛤蟆婆，你想吻我？死小子，你管我是什么？蛤蟆婆，我太想你了，快放开我，别动，放开我。我是罗玉。双手扶着，不许出声。罗公子，请用饮料。别动。你给我紧紧搂着。不许回头，不许出声。我的枪在看着你们呢。哎啊，你去哪儿？到那边看看。啊，快点回来，阿秋就来。好。真是今天他的痛快啊。啊，秋小姐你好啊。啊，好。你好。罗公子，罗公子，上哪儿去？上厕所。爱昏头了吧？厕所在那边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哎呀！打枪，抓活的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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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你想干什么？你比我更清楚。别动！跑，快跑！哎哎哎张团长，加强警戒，别让他跑了。是，都回去，都回去，快抓罗公子！走。把事情搞得更糟。好了，不要埋怨了，现在抓人要紧。
没想到吧？干嘛老缠着我？你会说的。闯吧，太危险了，只能如此。只能从这儿上了。
混蛋，把打台。
邱小姐，这倒是个约会的好地方。哎，你能不能让我舒服点儿？落到底，一定很舒服吧？只要我一按电钮，你。你能陪我？那要看我高不高兴。你好像对我挺感兴趣。你好像对死神走廊更感兴趣。别，过去。你好啊，还好，还能喘气儿。还舒服吧？啊，多谢了。报告，报告，不好了，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工厂。宪兵？正在往里冲呢。指挥官呢？南京派来的宪兵一团侦缉队长袁方奎。报告，什么事儿？上厕所。喂，快点！我没恶意，只是。我们必须逃跑，我没有完成任务，该死。你完成了任务，更该死。没错呀，错了，我也没完全明白。
师长，我们被愚弄了。汉字太复杂了，意思也太丰富了。铁证已经拿到，为什么我倒成了罪犯呢？我们都太天真了。其实他只要我们虚张声势抓几个替罪羊，造造舆论，骗骗老百姓而已。你准备往哪儿逃？是你，来看看你。你快走吧。最后一面，不，明天见。明天下午在南山寺等我。罗公子，罗玉，上哪儿啊？随你的便。看来大小姐得嫁给通缉犯了。你很得意。我是朝不保夕呀。是我连累了你，真抱歉。香港报纸是我所为。为什么？报仇。报仇？我父亲、母亲、两个哥哥和姐姐都死在毒品上，吸毒死的，仇杀死的，像洋人贩毒的黑手党一样。后来他收养了我，他是父亲的把兄弟，待我很好。喂，是顾老板吗？啊，你是哪位啊？您太健忘了。啊，老喽。不见怪。我想告诉您，你是
你到底是谁呀？别忙啊，我想告诉您，您女儿在我的手里。什么？我是说阿秋他。你是袁方奎？你还是记起来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2万块大洋，什么？两万？